早了，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还。一通口两个，我还不像我现在这么打半血啊，有个打半血。我那时候还没长开呢，还没有像现在如此貌美如花。他家都在打呢，垃圾。东桥一个，他这也没。哇，这手枪子弹啊！爆炸吧，三发而已，气不气？哇操，这给他打哭了，手枪子弹，我真的。看都不用看，肯定死。十三发足够了。哇。哎呦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能不说话吗？我、哦、原来以前就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心智这么成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，人家随便说说我还有点难受，还有点想哭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就有人在我面前说我，就当着我面说我说我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然后当时我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觉得自己是不是就特别难受，特别自卑嘛？然后现在啊，妈的太卡了，打不死人！我操，那个还是个女孩，摁着两枪喷不死。然后我只想说，现在如果那女孩胆敢在我面前再怎么说这么一句，太卡了，我就当场捏她的胸，抓她的屁股，我要看看差距在哪里。来了来了，B通来，B波来了，奈掉。几个呀？就这一个。上一个，帮我打一下桥。桥上一个，桥上一个，确定掉。哇，桥还有一个。A 斜 A 斜 ，B 斜他们家。什么 ？B 斜 B 斜桥上。不是这个。我搁避险呢，你在那里报避险，我懵逼了，兄弟。桥上完全不对。我不够女人，不够少女，都已经这么爱我，这么迷恋我了。我要是又够女人，又够少女。这避险那么快？你到底还取不取了？来了来了来了。B 通来了 ，B 通也来了 ，B 通来了。小豆，没事没事，让他上上来。A 通了 ，A 通两个，还有一个，通一个 ，A 通还有一个，火之头，火之头，火之头。玩蛇皮啊，打的主动一点。找你打，我虚吗？不虚。水下。哎，有刀掉了。水下。知道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个夜玫瑰。水下。接通口确定、哎、你有什么呀，这二打你虚什么，你找他刚呀，找他刚贼溜贼自信，根本不要在 B 包点在那里苟着，出去拉他刚。桥对面又不来人了，桥对面特别不喜欢来人，大炮也不喜欢来桥上盾。喜欢吴桐直播的兄弟们，在直播间里点点订阅啊！免费的花花跟龙蛋记得送给吴桐。哇靠，兄弟，你应该爆点 A 通中段还是何处？还在，还有一个，吴桐还有一个，对，还有一个。完。搞了。你搞啊！我搞什么了、啊？你这话给其他兄弟听到是要产生歧义的。哇，你不。你这么听就有问题了。小卖部里面，里面。好了。你跟你父母说，或者跟你朋友说，哇，我好担心吴桐啊，我怕他身体坏了。然后你父母问，或者你朋友问为什么，你说啊，吴桐每天搞，哇，这个不行的，兄弟。犹如我的贞洁。A 打不大，男人的肯定不大。小刀六一个，小刀。最后发。哎，现在还在等。哎呦，水了！这条水都很不应该。A 比脸。
上不了了。80滴血换这个人头，我深觉有点亏啊，哥。有人啊！哟，直接爆头，这枪可以，这枪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再再来。A 不连 ，A 不连 ，A 不连一把狙。去哪了？去 B 了。是不是？干什么，哥哥？我是残血，你拿手枪上来跟我对，你跟我对狙，你不是给我机会吗？三十。我去这狙。走狼硬了，走狼。你卷你，卷你过来啦。哎，外长还有一个，门口一个。哇！还长，还在外长。666的狙。A 门，踢了，大楼踢了。管道锥有没有？666。哇！玩蛇皮呢？玩蛇皮？怎么有点困了？中了风烟那么浓。小雷来了。这位置要吃什么？闪光弹。再打一把狙。这我的破头盔不敢上了。被车打60，小雷来了，小心闪光。哎，狗。哇，打了86位，哥，这么强人头不太好啊。那两个，我操，租车吧，爆我头了吧。再两个50掉，还有一个 A 的中门出了，到盲点了，被包了，盲点来了，成了，别说话，还有，哎，死了，没了。A 大有人，小刀过来了，兄弟。小刀，确定。跳桥上了，小刀跳桥上了。A 大掉包了，兄弟。两个妹子这么溜。谁说他是妹子？他是男的，好吧？是吗？三楼是妹子，一楼是不是吧 ？A 妹男，行行，小刀一定就是妹子吧？两妹的双排，妹子带我一个。666。哇，那这个虚姐是饺子一笔饺子啊！我嗯，谢 Dream 流氓送的一卷这个黄鳝，谢谢流氓的黄鳝，感谢。我操！小刀来了没？没有。明白，要先闪光。我想问一下，中了一个，把挂盖起来。中路还有一个，我什么时候骂人了？那不要冤枉我，我可是一个素质很高的女主播，我不骂人的，我不说脏话的，我连个口头都不带。我靠，桥下有一个，呼呼呼呼呼，就是牛逼，楼梯 ，nice。